起来守护海洋，在澎湖的蓝天下播下希望的种子，海洋生物的声音呼唤着每一颗心，教室里的梦想，未来的守护者。爱跑树的努力，今天在这里，200位种子教室，心中燃烧着期待。绘本里的故事，小孩会跟你细，让孩子们学习。海洋生物需要爱护，让我们一起来守护海洋，在澎湖的蓝天下播下希望的种子，海洋生物的声音。成为海洋生物的守护者。